懂吧？每天体验2小时。画质没有我那个手机好，够了够了。因为。因为它这个是虹膜自带的投屏。没有用采集卡。兄弟们，将就2小时。我擦嘞！我怎么用了这个虹膜手机之后，老是贴命圈呢？虽然说实话啊，它投屏你们是用不着的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手机它确实很丝滑、很顺畅，它90帧赫兹，它玩得很丝滑。但是投屏这个功能呢，大家自己玩的话，肯定不需要直播，不用投屏，对吧？你看我这几天玩这个虹膜手机，天天贴命圈，我的妈呀，跟吸圈外挂一样，哪有这样子吸圈的呀？你看我拿别的手机，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圈过？我在这个假车库我都没有动，4、5个圈了都，自带吸圈功效。